不愿当赵丽颖绿叶推掉工作。林志玲不实报道。搜狐娱乐讯，2月2日有媒体报道，林志玲因为身体原因暂时推掉一些工作，虽然当时林志玲方面就给出答案是因为重感冒所以才推掉工作，但之后却传出林志玲因为怀孕还有不愿意给赵丽颖当绿叶配角才推掉工作。下午林志玲工作室发文回应林志玲推掉工作原因，并声明不管是因为怀孕需要安胎，甚至是因为不是女主角而无心参与宣传之类的错误传闻，全部都是子虚乌有的不实报道。林志玲工作室全文：首先带姐姐谢谢大家的关心。近日姐姐因为感冒引起免疫系统失调，目前每天需要打抗生素，医生说一定要静养才能完全康复，为了避免其他病变或并发症，所以二月的工作不得已必须全部取消。姐姐为此也感到非常抱歉，不然以姐姐敬业的个性是不会轻易取消工作的。再次感谢各大媒体的关心，也请大家停止臆测，诸多错误讯息在网上流传，不管是因为怀孕需要安胎，甚至是因为不是女主角而无心参与宣传之类的错误传闻，我们在此声明全部都是子虚乌有的不实报道。